这是大鹏展翅。快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广东的帕尔多牛大瓜。今天插嘴问好我婆娘插嘴。今天吃这个。你口袋走。今天我买了六斤养殖的小牛蛙，我们做个牛蛙来吃。多点吗？少点？多点。多点，少点。我们加水清洗干净，我们再准备把剪刀，把这个脚手给剪了，不是等会儿影响食欲。我们在这边再配点嫩姜，来点大蒜，来点泡辣椒。再来一个洋葱，准备好了。开干。男女在被干后不能锅里加水。我们放入豆芽、糖、盐，加入这个水，煮完摸匀。锅里加油，下入牛蛙，锅好油。锅里牛油放入洋葱、大葱、老姜一坨，炒香捞出来，放入豆瓣两勺、花椒、姜段泡辣椒，再加入点干辣椒，再加入长江水，加入点盐巴，再加点酱油。点白糖、蚝油，盖上锅盖烧开。我们下入魔芋，下入我们的牛蛙，我们盖上锅盖焖煮七分钟。要得了，我们捞起来。再来点辣椒、大蒜、葱，再加入芝麻，浇上热油，试下我的手艺，觉得香喷喷的呀，跟牛蛙似的。我牛蛙肉很嫩的嘛，这个猪肉味没有。肯定猪肉味的，有辣椒了。有点入味的，你知道吗？有点好吃，有点吃呀。来撒豆芽，豆芽光给我点豆芽，豆芽比我感觉比菜还好吃点。
鱼不好吃吗？不香吗？那这这这这这儿就剩我不点肉。我看这个汤汤面咋成两只面团了呀？可以噻。其实我应该停下筷子的。加上肥的嘛。反正你撑不住诱惑的嘛。太好吃了。但长得太胖了。不用走路。你都吃不算胖的呢，你白了也很正常。嘿嘿嘿，别了。晚上我就撑了一下，还是没有长10斤。赶紧办。真的太好吃了，今天。我吃呀。今天的水煮牛蛙巴适得很，拜拜，拜拜。